这猫吸血管堵多长时间了？这个可能快2年了，1年半多了，2年了。没治。没治是吧？那个粗点血管堵的，5个小时之内，人家那个大夫有法儿，就跟那眼睛拔出来的给剔出来。看你家儿子脸不是耳膜，耳膜一抽是三高症状，肯定有2高。没到头啊，而且又患那个叫什么抗的血，叫中草药啊，我也抄的中草药，我那时候不老红的，我那原来那时候一天在整过整过整过，这是前两年爱吃早餐吃这个炸锅儿，吃羊肠闹的。现在这2年哪是不敢吃。你看一抽的是3高症状，有2高，没到头，到头了是3高。但我是你血脂。哦。血糖倒是行，糖正常。